很多车民都参加了，很多摩托车今天有的过来，昨天的也过来，很多。昨晚上过到几点？三点钟，凌晨3点是吧？对，石家那点，团结火。都是你的村的是吧？团结火山。那个大路小车不方便，要看。就必须要摩托车的。拉东西，饭盒啊，泡面啊，八宝粥这些，矿泉水这些。总共是来回拉了多少趟？6趟。